那个老吴昨天上退了，刚退，就没事。你等一下不舒服，你可以喊一下，整个组再停。啊，就我不舒服我就喊呗。哎，喊了再停，但是喊是你的权利，对你照顾一下。嗯嗯。但是我停不停那是我的权利。那就喊喊不喊都没有用呗。演。那要不就这样，这么拍，好玩一点。一个慢不动的，一个快。车上是慢到零点了，结冰了。那边是追的热火朝天。我需要一个强对比的镜头。这条是新搞的呼兰湾旅游的公路，所以拍啊就多搞点宣传。哎，你有小车了？哎呀，我靠，生活好。我有小车，本来。天哈。我原来是一个，原来也是一个小铺铺的。这里要一个那个我们那个厢车，不是拉东西的吧？对吧？快过去！哎，每天如果能放牛，这里就老好了。把那牛拉了远。啊，那个注意看啊，一会儿这个女主角一下车啊，哎，对，你的视线就在我这边，别乱动啊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着我。哎，对，不能往那边瞟镜头，对，摄像在这边，好吧？注意别乱瞟，哎，对，保持住就行，就借你一个前景啊。看着上海拍大点，蹲着就行。把你要冲，哎，你冲转起来，哎，啥个啥？啥别一个点，然后就啊，在这里给个窥视视角。天蝎的就拍，这么拍过来。拐弯，这一拐，带一个压缩杆压出来，很漂亮的。拍车系是这样啊，拿着车来拍车安全。哎，如果是在路上直接架的外接机器啊，得有保姆车、各种车，比较费劲。所以说，拿车拖着车拍车才是最效率，而且也保证了画面很多的光线啊等各个方面。因为我们选了一条路啊，车比较少的地方，就带点海南风景的把它拍出来。其实说的是，对，大家都紧张，对，搞得我也紧张，对吧？好吧，你这个电吧，你他这个车电下去，对，然后眼神给眼神，看几个观察，是不是逃犯，是不是有问题？车走，看下圈，他不要等车走，阿豹一定要有那等的，看不上他，看不上他，我都不想拿这个看你。哎，都在一条船上的蚂蚱，咱都是一条车上的蚂蚱。对，阿九桶给他逆一下，别进雪啊！我喊你啊，都别进雪，大过年的别进雪啊！滚，他就走了。明天我得说啥？我三亚的时候找我去。哎，三亚找我去。你直接打断我。看来两位哥是同行，终于是前辈了。既然见面，摄影指导倒了，哎，掌机倒了，自己当摄影指导。这电就一个了。不用带关系，就一停就行了。不用带关系，你觉得要带关系吗？带关系也行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么大。对对，行。还有谁倒了？哦，道具倒了一个，人就少了。现在花絮也倒了。花絮也倒了。现在花絮是现场制片，然后呢，制片主任来聚焦了。哎呀，老惨了。哎呀妈呀，就这疫情。塌了，就你一下车一往前起台直就停了。我不想，不大了，大动作大就玩，我就玩，好玩。嘿嘿，这挺好玩。摄影指导，啊，掌机昨天倒了，硬扛下来了，然后今天我倒了，我刚吃完退烧药，就凭意志顶着。哎呀妈呀，你的名了，不好使。点都不好用，对，大哥，我提你的名了，不好使。赵成，你得有变化了，有点生气了。我一看，我在江湖上别人欺负我，完、我提我大哥是谁？嗯，你不好使，你得生气。你有那感觉。对，别说，等等，慢点，越慢越往外地帮派。抽根雪茄。不讲的，不要看人，对，就往下看都行，不要拿正脸瞧人。外地帮派不讲，慢点，再慢。外地帮派，抽着雪茄，递着头，
哎，这比普通话强，比普通话好多了，有意思。可以，就这来了，嘘，进路口了吧？腾腾，然后一个大警从车里面看到他们，从你的车里面，哎，然后一推警察停车，然后再推他停车，再推大哥停车。来，继续一样的，继续。警察一挑，我也给我一个，我也一挑，就接他冲一下。反应不够大，左飞的反应小了，小了就看像看热闹似的，反应大一点。我的反应够，不是脉络，是你走路中间了，放这个手，哎，不要，哪有你碰瓷在路中间的啊啊！你回来了，趴好，一趴好，咔嚓过，你往前冲，又扒你裤子，这货车。这他妈货车，你等我指令，改了是吧？哎，等我指令，等我指令。啊，跟这狗拉子们。哎呀，走。你俩赔我20万。完，你问一句，那私了呢？那私了呢？就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，还是赔我20万。行，挺好。西昌遇到什么麻烦，你讲长一点。如果你遇到什么麻烦，滚。Thank you。一边走一边噔噔噔噔噔噔。看 ，OK， 来看一眼，来给导演看一眼。来回去啊，你看，对，太危险了，翻呀，我翻，对，翻呀，翻，对。这个有点难，后面。那我就说无所谓吧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报警！那我报警了。报警110。报警了！报警！保保你！哎呦 ！No！那现在怎么处理？那怎么办？最后他这个表情。那个大的。别抠啊！对，那个大的。对，不能咬。哎，你耳朵咬一下。啊！你去的。我当然是村长。1234，小心大姐。